现在我们来看看你们家的电视节目，你想要播什么？啊，你想要什么款的？来来来，我们来找一下，找到 Google 图片，你要播什么节目？最近各位都看什么？应该都是看新冠病毒。好了哈，随便的哈，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，我们找小新一下好了。好，假设你要看小新的，那我们找找看。那原则上你稍微留意一下，我们这个电视的话，现在是不是宽萤幕？所以你在找的时候，我就尽量找是宽萤幕的，就是那个比例跟它接近的，好，跟它接近的。所以我找一下跟它接近的这个，好，假设这个，这个好了，点下去，那我就把这一张图片储存起来咯，按右键把它储存起来，好，我放在下载，没关系哈，好，OK。那么现在我就可以回到这边来，那我首先先找到电视。哎，电视的话，你可以怎么找？有三种方式可以找，因为有时候你们家家具很多，要找不容易找。第一个当然就从这边就直接选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第一种方式。第二个方式，你找左手边，哎，我就找到电视，直接点下去，这样也可以。但是呢，最近的改版有一个更直觉的方式，什么意思呢？你只要在这里。我靠近一点，我现在是不是看到电视了？按滑鼠的右边，有没有选择物件？这样有没有比较直觉一点？按右键就好了。好，在 3D 这边按右键，选择物件，有没有不小心电视就选到了？好，选到之后你就抖抖两下吧，抖抖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咯，因为电视本身它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你看电视，我们是不是只要换荧幕就好了？外面这个框不用换吧？好，所以说我们要用的时候就要选什么？选这里面有一个叫做材质的这个，你要选材质这个。好，材质这个，那我选到它之后按下去。重点来咯，各位你要自己记住一下，记住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电视的宽大概多宽？因为跟我们待会的材质进来有关系哦。那首先，你刚刚选择了这个材质，来，我们要换的，你看点下去，有没有？每一个地方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它有四个材质，我要换的现在是中间这个荧幕，你点到它，它会亮起来，让你知道你要换的位置。接着你就告诉他我要换成什么纹理，都、就是这类，我要换成什么纹理就可以去选。好，你里面那一张的图片，你看我把它按下去喽。按下去，可是请问你，我们的小新有在这里面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只好怎么样，自己插入，对吧？按一下，那么你可以从这边直接去选。那我通常是比较偷懒的，我通常是这样子，因为小新已经在下面了，有没有在这里？我就按着它，拉拉拉拉拉拉到这里，滑鼠不能放开，拉上来，再放开，这样有没有偷懒？可以的哈，我只会这种偷懒的。好，我就按下一步。哎，重点来了，刚刚我们讲了，你要先看一下他们家电视大概的宽度，因为它预设宽度有没有比较小，是不是只有20而已？所以它会像什么？是会像左手边姓名贴这样拼贴。那我就要设成跟我右手边我们所看到这个电视的宽度大概是102。好。所以，因为它有一个还有一个电视的框啊，哦，所以我不用设到那么大。好，现在设好了之后，我只按确定，确定，有没有你们家电视就换了？这样会了吗？会了，确定，确定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子就换好了。哎，相反的，那这个抱枕可不可以换一下？可以呀，对呀，所以找到抱枕。按右键，对不对？选择物件，好，抖抖两下。这个时候呢，抱枕你用材质啊、纹理啊，其实就没什么关系。如果你用纹理，是它整个一起换掉，因为它基本上就一个材质而已。
所以还好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如果你要换一个小型的抱枕，可能不会太贵了。我们换那个 Hello Kitty 的比较贵，有没有？来，那因为抱枕本身是比较四四方方的，所以你可以来找这种比较四四方方的。好，你觉得看哪一个哦？像这个比较四四方方的，我把它点下去。好，我就拿这一张，把它存起来，一样的。存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回到刚刚这边哦，回到这边来。你用纹理、用材质都没关系。假设我先用这个插入，好，我就找到刚刚这一个一样的方式拉进来，有了，继续。但是重点还是看一下它原本的。是不是大概多少？是不是35？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在这边，我就告诉他，哎，你呢大概要35公分，完成，确定，确定，看一下你们家的抱枕有没有变成 Hello Kitty 的，这样有没有比较贵一点？因为授权费不一样，但是差一点点，有没有发现这个好像差一点点？就是它的那个、啊。那个纹理有没有发现好像差一点点？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它可以调整哦。兜兜两下，一样进到这个纹理。有没有发现你可以针对贴图做一点点位移，甚至角度的改变，还有比例上的改变？所以如果你想要让它移高一点点的，哎，我就请它稍微，哎，这等一下，这个是高度是歪的。好，我应该让它，我看一下。比例好像要小一点点，大概用90/80。好，我先把比例改掉。好，这样太小了，有没有？好，就是你可以透过这样再去做一点点调整，都 OK。这样会不会用的？所以它的这些材质其实都可以做改变，好，都可以做改变。当然要本身也要看它什么，它本身当初模型怎么设计，有些它就合在一起，你就没办法改。但是大多数的应该都还有机会可以做修正，这样会的吗？好，所以那个材质的部分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做一下调整。